由呢個跑馬樣開始，跑馬經歷過馬子、電子報，最後嚟到 4.0 版本 YouTube。嗱，好啦，咁啊，眨下眼咧，我哋睇嗰啲賽馬嘅場次咧，已經跑到700多場噶啦。咁當然仲有年年跑800多咧，仲有100多場，但係一見到七字頭即係季尾啦。係啦，冇錯啦。係嘛？咁我哋今日大家啲喺記者室度，大家啲行家都話。仲有幾日啦，仲有幾日啦，咁啊計數啦，倒數啦，咁即係季尾啦嚇。咁何況都話跑完咗，即係打杯就基本上都大家開始放暑假，放暑假啦。特別啲好馬一二級馬全部都開始休息㗎啦，已經冇賽期㗎啦。冇錯。咁但係調翻轉嚟嗰個極端啊，我今日想講個話題啊 ，Sandy。係。我自己唔賭第五班馬嘅，我甚至喺我個文章入邊咧，我好多時都唔提嘅。係啊。因為我哋唔係話歧視第五班馬，但係我只係想收窄範圍咧，唔理咁多第五班馬同長途賽事嘅。係。如果咪全年800多場咧，今日轟炸死我哋冇可能嘅。咁我哋縮窄範圍少少咁解啫。咁當然我唔中意第五班馬，亦都有其他理由嘅。但係呢個慢慢講啦，就今集唔係講呢樣個題。呢一集咧，我哋想講嘅嘢咧，係去到季尾嘅時候，第五班咧有啲特色咧就要留意嘅。如果睇報名碼表啊，同埋就要明白一樣嘢啦。好似聽日啊，聽日賽事咧喺第五班嘅1000米得一隻馬咧，電子寶貝咧係26分嘅，同埋一隻咧係後備生生性性咧27分嘅。其他馬咧，全部都係30多分居多，或者當然有啲低分馬啦，低分馬。咁啊，個原因係點解咧？因為咧就係過去嗰10多年咧，香港馬會咧都係將第五班嘅淘汰制度咧，就係你跑到季尾，跑完嗰日之後減分啊，即係計之後第二日計個分數。總之季尾最後嗰個分數咧，如果係20分或以下嘅咧，就要硬性淘汰。21分咧就可以保留，但由上季開始咧就將呢個都叫幾大幅提升佢，就如果你去到季尾25分就要淘汰，26分先有得玩。咁如果而家去到6月啦，咁啊剩翻1.5個月嘅賽事咧，如果你自己只馬房好，連馬師好，或者馬專好，如果我只馬係唔想淘汰啊？咁啊，穩陣起見咧，就27分，跑啦，或26、27分啫，收埋，冇把握就唔跑噶啦嚇，一個輸咗減2分就拜拜噶。拜拜。個原因咧就係好多朋友唔係好明啦，就係，咁第五班留唔留，或者呢個馬主好多隻馬都唔頂咧，呢個當然因素。但係好多馬主因素就係我難得隻馬都捱到5月啦，咁我捱多1個月鬆啲咧。我不出賽咧，我就下季咧又是馬主噶咯喎，即係又有馬主牌啊、馬主嘅停車證啊等等嘅嘢。如果你嘅馬係真係咁渣，去到26、27分，你冇理由到最後嗰1個月推佢死啊！即係你睇自己，我唔要啦。如果你真係灰心，或者我都唔恨做馬主啦，咁你咪好早退一役啦嚇。咁但如果留到6月嘅話咧，何不留多去1.5個月？就多季冒然出賽啦！如果你出賽咧，即係話有信心咧，自己唔會再減分啊！係啦，即係多數啦，有唔係絕對啦嚇。係同意嗱，就一定搏啦，一定有鬥志啦，正所講。係啊，鬥志啦嚇，就係上個禮拜嘅都話嗰只華美福星，華美福星係26分啊，跑第二啊，咁啊事後加1分，嗱加完1分又唔緊要咯喎。如果華美福星下次27分咧，就唔一定啦，決心大過，因為佢跑完第二加1分咧，佢再輸咧，佢又唔會減佢2分喎，最多減1分嘅啫。咁啊，通常都唔減分添喎，而家明明講完，通常有跑完第一、第二，就算輸1-2場，佢都未必先至考輸第二場先開始考慮減唔減。要考慮呢個奧妙嘅因素嘅，因為咧講雖然養馬每個月就5-6萬輕蚊起碼。都唔知再高5-6萬養多1個月啦嚇，好多數人嘅心態係咁樣嘅。咁亦都有啲咧，如果係低過25分咧，就盡地一煲。咁年年都有時會係搏到懵㗎，包括就係凌風啊咁上季咁樣都可以俾佢，最後兩翻上嚟，今季仲可以贏多2場添，所以就唔係話絕對絕望嘅嚇。報名表嗰度突然間有隻26、27分嘅馬咧，你望到佢一眼咧，你要問係點解佢？
出嚟跑啊，佢想衰啊，求出局啊，抑或佢有啲決心信心係即係搏喺前面翻嚟唔會減分咧？咁呢個你就要計埋呢個因素啦。一定要啊，因為季尾其實最主要都係睇個決心行先啦、啊。因為有季尾順勢減多兩分，為下季啊，定係諗住唉，都係趁只馬 fit 再搏埋佢，搏多兩波，跟住先至投鼠咧。係啊，如果你只馬好 fit 嘅。你冇理由而家無端端我哋叫做停咗去操，咁你停咗操之後，當然啦，好容易去到八月嘅時候又可以推翻只馬上去都得，但係既然得嘅，點解仲有個零月唔用埋佢咧？咁係啊，咁所以咧，我個人覺得啊，我自己觀察自己嘅啫，我自己就覺得咧，每年嘅九月、十月咧，我揀馬比較容易啲，個命中率都好啲嘅。一去到十一二月，去到季中，直至到三四月咧，呢、這個我哋叫季中咧。就我命中率自然咧就冇咁好嘅，因為咧去到季中，首先啲馬絕大部分嘅狀態都有九成，好少話誒季初唔到啊嘛，有啲馬喂燥起咗嘅九成，有啲馬啱啱未得嘅得七成，咁你有得計啊嘛。係。咁你季尾亦都係啦，季尾咧好多馬已經跑攰咗啦，睇住佢積啊一路輸，咁佢如果睇個減分表，三分兩分三分嗰啲咁樣，通常都唔會無端端反彈㗎啦，係嘛？呢個時候梗係輸多兩場。輸兩場減減四五分，四五分，然後暑假時候平方員見你咧，啊係喎，你阿媽都輸好多場，最近又減多三分俾你，咁咧來回成個暑假啦，可能有成七八分、八九分㗎啦，就換班㗎啦，咁所以就基於呢個原因咧，就一般嚟講就去到季尾咧，嗰啲好積嘅馬，同埋狀態好嘅馬咧，係個演出係比較好嘅。第一點咧，第二點我哋咧就係。一般馬迷比較少留意，我哋自己就留意多啲就話咧。譬如你去季中見到只馬，幾好啊，起緊喎，嚟緊咯喎。咁你但究竟佢係呢場即刻搏啊？呢個係下一場搏啊？呢個再下一場搏咧？咁你唔知噶嘛？你可能要跟兩三場。係啊，冇錯啊。因為你個你跑馬跑咁密，就算攞住你嗰個賽程表慢慢跑啊。你都唔知道去邊場目標噶嘛？你唔知嘅原因，因為一個馬房入面可能有幾隻馬要調動，咁啊你估唔到啊！你以為呢只馬會跑呢場，原來唔係噶，另外一隻跑呢場，你唔知噶嘛？太多啊！咁但係問題咧，佢季尾咧，而家好多時每隻馬可以跑嘅次數咧少咗，不外兩三場、三四場，咁你再你可以算到佢啦。啊，如果呢只馬如果唔得，佢仲冇時間喺季尾。僅僅可以趕一次咧，咁就比較有個時間表啊，節數啦嘛，嗰時候真啊，咁你就去計到，咁所以嗰個我哋叫跑積啊，同埋計埋佢嗰個動向咧，季尾咧就可以考慮因素，季初咧就考慮多啲只馬操起未咯，個狀態好未？好未咯。同埋季尾補充一點，我諗係嗰個賽期亦都未必咁多啊，即係有時可能嗰啲路程可能跑到六月中。哇！下場已經可能冇嗰個路程啊，變咗啲馬如果真係部署要再搏咧，或者喺合適嘅路程出擊咧，其實都係佢哋嘅考慮，即係可以計埋條數落去啦。即係始終喺季尾，我諗好多特別好比較好嘅馬已經可能已經搏夠皮，都已經休息㗎啦。咁留待下季再嚟㗎啦。咁唯獨是一啲可能仍然需要交代，仍然都覺得想執翻場嘅，都係趁呢啲機會啊，趁對手少咗，同埋好嘅馬已經陸續續已經休息底下咧，把握呢個時機可以搏殺咯。係啊。所以就講翻到季尾咧，係筛选睇馬，睇唔到啲馬得唔得啊咁，咁都睇到啲嘅。平均佢季尾一般嚟講咧，都唔會有九成幾狀態㗎啦。如果九成當十足㗎啦，嚇、啊、反思維啊，係咁講。其實喺筛选入邊睇唔睇到只馬攰嘅咧，我可以話真係一定睇唔到，冇意義嘅。啊邊只馬 fit 你或者睇到，邊只馬唔 fit 咧，即係話只馬威。比上次差了有些看到但是多數都看不到因為如果那隻馬已經狀態跌得很緊要攰得很緊要根本連馬師 就不會出來跑的、啊、即是不會跑傷的馬的、啊、所以跌少少就不覺得譬如說我上次九成馬今次八成半看不到的你好、就算很細心都觀察不到那個狀態輕微回落的要跑的時候一落一場跑跑到一半已經褪了原來攰了那是吧那這個就不是說那麼容易不過你說調回轉看看哪一隻馬狀態好過上次那就容易看一點當然就很難用相反思維來
嚟誒話邊只馬狀態唔得嘅。咁但係個績就話俾你聽㗎啦。咁如果只馬過去嗰三個月跑咗四場，場場都輸喺度，輸六七八名以外，每場減兩三分嘅，咁嗰啲通常都係繼續輸㗎啦。係啊，冇錯。咁呢個就係我哋叫一般嘅季尾嘅狀況啦嚇。係。咁你我Sandy 你就你又唔介意買第五班馬嘅？係啊。咁誒有啲人都甚至咧專貼第五班馬添嘅嚇。咁有。啊，有人咧叫專貼嘅，咁誒往往全日嘅重心提供就係第五班馬嘅，咁我就唔會咁做，我就會提供，咁唔夠一年都會有三幾場提供下，咁個命中率反而都幾好嘅。如果第五班馬咧，我唔提供就唔提供，如果提供咧，反而提供嘅嗰啲咧都唔會太離譜嘅。係啊，因為其實而家嘅第五班馬咧水準係真係比預期高咗嘅。其實個現象亦都係取決於因為而家每年太多啲 PPG 咧，插四班啲 PPG 啊，有好多馬房其實一開lift就已經決心將只馬要做到落個第五班，穩勝一場，然之後先再上第四班再搏嘅。係啊。咁變咗而家係基本上兩個極端，堆積得太多啲一五廿二分一路開始輸落去，去到三廿零分先喐手嗰啲馬咧，其實變相而家第五班馬其實水準比以前好咗㗎。相對嚟講個揀馬難度要多咗，因為而家個計嘅嘢實在計得太多，變咗你係。即係揀馬方面咧，即係以前可能第五班馬啲基本上我哋叫俗稱係死馬，唔使即係唔使諗㗎啦。咁但係而家可能淨係嗰啲細 number 嗰啲馬，淨係要度都已經要用一段時間去計數喎。係啦，兜翻轉頭，我哋所講嘅由上季開始馬會將嗰個淘汰個分提高咧。即係以前咧就話好合理嘅，因為一三磅係廿分。咁你再輸啦，咁你根本已經負蝕分蝕榜，你無謂留喺度啊！咁佢而家就直接佢都唔係㗎啦，佢廿五分啦就已經趕你走嘅原因咧，佢冇開到口講，但係人都知道咧，馬會嘅高層發覺唔對路啊，越嚟越多第五班馬，咁啊而嗰啲第五班馬主咧好多就算灰心又唔捨得冇一隻馬，咁你往往咧好似今次咁。後備同埋呢個正選樣咁多嘅，咁冇辦法㗎，因為如果純粹計馬口嘅比例咧，第五班嘅賽事少嘅，係，即係如果純粹計嗰個 population 咧，馬口數目咧，第五班賽事係偏少嘅，係，同埋咧，如果你係大馬房出汗咧，你個第五班馬一定出到，因為你可能淨係得嗰只嘅啫，但如果呢一個係中細倉咧，你第五班馬同嗰個路程嘅性能嘅馬可能有。幾匹嘅，你可能真係要輪住跑啊！阿蔡嗰只金剛福星成日見佢出嚟跑㗎，都冇其他選擇啊！蔡基本上係啦，佢唔使讓個旗俾另外一隻馬啊嘛，因為佢根本冇第五班馬啊嘛，咁就個分別係喺呢度咯。咁所以大家係去到季尾啦，咁就我再講句説話啦，係季尾冇乜意思嘅。以前就話喂，跑完季尾停三四個月，係啊，係嘛？而家停五六個禮拜。仲要而家喺仲有從化開埋之後，佢哋基本上咧個暑假都拎曬上，有部分都拎咗上去從化操，已經唔同以前又要退曬，重新嚟過做功夫，其實就反而已經少咗呢樣嘢，所以好多馬已經季初已經可以即係趁啲大馬房未開始即係入局嘅時間，已經係喺爭取成績㗎啦，已經係啊，冇錯啦，就是、香港嘅跑道都略為要係停一停維修嘅，咁你起碼都會有兩三塊冇快跳嘅。但係從化就係年中無休㗎，咁、所以個另一個時代就入到去㗎啦。好啦，咁啊，聽日就跑夜馬啦。但係我哋就會流力咧，都呢個禮拜我自己就好辛苦啦，因為咧突然間都要呢個週末跑葉心。我初以為佢淨係跑打比啫，點知今年加多人，加多人呢個跑埋 Oaks 咁啊橡樹。咁原來咧，我諗佢係。由橡樹咧係取代呢個日式嘅 Eclipse 嗰日嘅，就今年望一望冇咗 Eclipse 日式大賽噶，就應該用呢日嚟取代佢嘅。係啊。啊，咁呢個就變咗喺兩日三日之內要應付十四場嘅英國賽事咧，都咁呢個禮拜都幾辛苦啦。咁所以咧，我出完呢一段之後咧，禮拜四未必。再有呢個節目出㗎啦，要全力準備嗰兩日。禮拜五、禮拜六。係啊，嘅兩日嘅海外賽事。